今天呢就是星期六的2018年的12月15日的星期六啊，下午睇下警钟时刻4:30啊，咁啊好快咧就系、是、已经系夕阳噶啦，咁啊个天就暗咗落嚟啦，咁我咧就系喺呢个咩地方度咧就啊，已经讲好系附近嘅，大概系揸车啊吓，揸车行高速公路啊，再行嗰啲街区咧，大概咧要15分钟啦，15分钟。大概如果唔塞車嘅話咧，就稍微好啲。咁嘅相對嚟講咧，就係好近我哋屋企噶啦。呢度就係啊，我有呢個活躍講咧。今日我喺屋企咧，就係諗住早啲出門口嘅咁樣啊，都係2:30出嚟啊，2:30出嚟。咁啊嚟咗呢度之後咧，就啊咁我拍咗啲景啦喺度啦，咁樣即係學下拍啦，唔好話拍啦。自己其實咧就係即係平時我自己。對住個鏡頭講嘢，我話講得多啦，咁啊容易啲啦。如果真正其實都仲係未掌握到呢啲咁嘅拍攝嗰啲咁嘅技巧嘅嚇，只係話而家咧就係嗰啲咩咧，嗰啲電子產品，即係話呢啲數碼機嚟講咧，即係你有個熒屏嘅，咁你自己調咗光之後咧，你就係睇到清晰啦，咁就都係拍就係啦。咁啊，如果真正係可能話仲或者好多嘢咧，我係仲係未有。即係真係好掌握嘅，講唔定咧佢係有種即係巧妙嘢咧嚇。但係我其實而家我都係自己摸索咁樣去玩嘅啫嚇。其實摸索嚟講咧，其實唔係好啊。咁我都拍咗成年錄像啦。咁有啲即係有啲咩嘢咧，我都覺得有時啲都係慢慢會即係拍得即係。以為認為可以嚇，咁如果當然啦，要有啲真真正正嘅玩咗幾十年嘅，咁啊點一點嚟講咧，可能咧就係唔使話走唔到彎路啦，咁即係話可能係咁樣拍，可能更靚啲。咁啊，以後咧我會咧嚇，咁多啲咧就喺度拍下啲外景啦，有時間啦啲拍啊。當然我如果自己嚟去平時做啲生活記錄咧，咁我喺屋企啊。我都會係拍下嘅，咁啊，即係成日都會抱下頭噶啦嚇，抱下頭，咁啊，有時咧，咁我咧就如果係想話通過拍呢啲咁嘅風景嚟講咧，就即係練熟一下呢啲咁嘅嘢咧，即係未熟得好嘅嚇，覺得咁啊，呢個嚟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形容佢嚟為之咧就係、是、好似。3天了，但現在可能還未有十分之舒服，即是這邊，所以有時呢看到呢我呢就另外樣的時候呢可能呢就有些普通地的之類的東西，但這些是落枕的東西，即是沒什麼好其他的那些東西。現在擰下擰鏡呢都是有一點呢都是未咩嘅咁啊，只能夠話即係多啲擰下頸啊咁樣咯。啊，而家呢個時間嚇4:30嚇，其實咧都有啲即係開始嗰啲氣温咧就係啲即係慢慢降低啦，一早一晚降低，因為温差比較大啊嘛。咁如果你又有熱頭曬住咁講咧，就係咩嘢咯，就會熱啲咯。咁而家呢個時候應該係傍晚咁嘅時分啊，咁樣
好啦，咁我而家咧就係用部相機，佳能相機嚟去拍片。咁而家咧就係、是、啊，先傾到咁多先，一陣間可能我用手機再可能拍拍，可能仲會更好。啊哈，反正咧就係、是、出去拍下頭啊咁樣啊，其實都係唔錯嘅，覺得。呢啲係叫做咧就係、是、記錄每一日嘅生活啦、啊。之類啲嘢咧，其實咧就係幾好噶嚇。咁我每一次咧，上一次我亦同樣嚟呢度拍嘅嚇，咁、啊、我亦有做記錄嘅嚇。咁、啊、當然啦，我唔會話每一日都會睇翻以往我拍嘅嘢。通常咧即係流水線咁下之後咧，就通常就唔會話再咩噶。咁我咧就係、是、習慣咗，即係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更新嘅，即係話比如今日今日15號嘅，咁我拍咗錄像之後咧。就完成啦，咁聽日16號啊，星期日啊，咁我再拍，我由聽日嘅更新，每一日都係有。如果係我先頭咧，就係、是、固定咗三個架喺度咧，就喺度，做節目咧就好似咧。即係唔係話好生動、啊、我覺得咧就係揸住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咩咧？總之係講啦啊，咁有啲動感啊，其實幾好嘅嘛。咁、啊、所以呢樣嘢係又講求經驗咯，即係又係講求一種即係話你睇下平時啊點樣去做啊，即係邊種會比較好啲啊，比較。生動啲啊，就即係咩咯嚇？即係固定喺度咧，就有固定嘅好處啊，又有固定嘅好處啦。好 ，OK。而家咧就係幾清一下嘅啊！真係事實上係有少少涼涼地嘅，真係嗱、啊，因為我著幾真正著件衫咧，其實咧我入邊一件，仲總共三件衫，但係兩件衫咧就係、是、短袖嘅，咁出邊嗰件衫咧就係、是、長袖嘅。散下步都好，不過其實咧，我咧可能習慣咗咧，中意即係咁樣拍視頻啦，即係咁樣可以講嘢啊嘛，咁就即係冇話拍視頻咁單調啊。咁先頭咧，我咧就係、是、拍咗嗰啲嗰啲景嘅。啊，咁啊，好似啊，冇咩講嘢咁啊，就覺得咧就係有啲好枯燥無味咁樣啦，嚇。咁我見到你有好多人咧喺度玩嗰啲攝影喎，咁啊對住雀仔啊，對住嗰啲嘢啊，咁樣。好咯，而家咧就係、是、下先。哇！我一個人今日我一個人拍，因為阿小楊咧嚟呢度咧，佢話有啲唔係好舒服啊，唔係好舒服。所以咧就係、是、今日咧，咁我自己一個人咧就係喺呢個地方度咧就係、是、做下節目啦。咁啊係嘛，我平時都係做節目噶啦，平時做節目嘅多啦喺度。OK， 哦、啊、不過咧我發覺咧都係用呢個相機咧應該係比較清晰嘅。咁究竟係啲效果點樣嘅話咧？就大家係有目共睹啦，啊！平時我又係揸住嗰啲咁嘅單反機，嚇、啊！咁而家我用呢只機，亦同樣得，一樣得，啲景色一樣可以，啊！
都比較清晰啊，啲嘢都覺得哦，真係幾好喎。嗰、那個樹都幾靚啊！嗰、那個樹，盡情玩一下啦，嚇！盡情拍錄像啊，真係。因為2018年啊嘛，2019年差唔多到㗎啦，仲有呢幾日時間咧，嚇、啊！我諗下咧，都係要多啲拍嗰啲拍啲錄像啦，嚇、啊！咁啊，好快咧就係到咗2019年啊嘛，所以咧，你話又係咪嗰啲時間係嚇、啊、覺得係好快啊？所以咧就係、是、盡量咧就係、是、利用呢啲咁嘅今年啊，盡情咁樣去拍錄像啦，咁樣啊，幾好啊，唔錯噶呢樣嘢。啊，今日咩景都有啦，啊，今日啊。哇！仲喺棵大樹底下，好乘涼添啊！啊，以前咧我上班嘅時候咧，我就喺專門喺棵大樹嗰個底下噶嘛。哇！咁而家夠啦，而家棵大樹嚟噶嘛。係嘛？係咪好犀利啊？棵大樹，都唔錯好似。又幾好玩噶喎！呢度仲有棵大樹呢度。我啲呢度仲有棵大樹。呢棵大樹底下，哇！其實唔係參天大樹嘅，呢棵樹都唔係話好好咩嗰啲。我都話咧，有時咧就係拍錄像咧，其實咧就係真係好開心噶，拍落真係零舍唔一樣嚇，可以咁樣整住。妖有棵大樹行啊，咁啊，係，哇，嗰個產地大樹啊，都有啲咁嘅嘅嘢。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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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個興致照，咩？有個成語叫做興致照然啊，係嘛？興致照然啊，嚇！即係突然間有啲興致咁樣喎。你打啲錄像嚇，喺呢個咁啊。哦，哇，係，喂，有月亮，你已經喺上面有月亮，睇唔睇到月亮先？可能睇唔一定睇到月亮，因為我用眼睇，不過唔係嗰啲睇又唔一樣嘅，嗰啲感覺唔一樣。美國咧就係、是、地大咧人少嘅，所以你喺啲公園度咧，的確見唔到咩幾丁人嘅啫。呢度又係好似我哋廣州個老湖啦，嘢但係係似嗰啲咩咧，又係似似唔似係越秀公園咧？啊諗下又似越秀公園喎，好似又越秀公園呢棵樹木啊！啊！我就啊呢啲咁啊，好似紅葉咁樣啊，係嘛？誒，睇上去咪好似紅葉咁咯？啊？好似春天個感覺唔一樣噶啦！哇，係啊，係平時咧，如果咁樣係嚟做節目咧，又係零舍唔同啊嘛嚇，即係啲感覺有啲喐下咁啊嚇，唔使話我成日咧喺我自己住嗰度咧，就係、是、整個嗰啲。淨係一個景嚇，而家啲景唔同啊嘛，而家啲景嚇唔同啊，可以參天大樹，哇！哎、覺得即係一種唔一樣喎，哇！係
高大形象好似噶，哇，高大形象啊！你又咁高大形象，啊，即系唔同噶嘛，有种唔一样嘅感觉啊！好啦，基本上咧，一翻屋企，唔系翻屋企，好啦，而家咧我就要系上翻部车先。现在4:50，哇！就10分鐘啊，5點鐘噶啦。不過而家咧明顯咧，而家睇個效果咧，好似係已經係暗咗落嚟。呢部相機咧，我當我如果係我近近地對住部相機嘅時候咧，佢即刻就會光噶啦。即係如果係自動擋啊，而家我唔係用人工光魚嘅，嗱我喺遠期。總之我啊，既然出嚟咧就執安之，誒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早5分鐘之後就係到5點鐘噶啦。啊，咁我身後咧我又揸呢部車過嚟嘅，呢部車好細部啫，係一部豐田仔嚟嘅，豐田仔。揸住呢部車過嚟，哇！即係暗曬落嚟啦，而家5點鐘，差唔多翻得企啦，打電話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差唔多翻屋企啦，誒。啊，其實咧今日咧都係有2個鐘頭時間咧，雖然我話即係亦係拍咗唔少錄像嘅，但係睇上去好似誒拍緊錄像嘅都仲係好10分啲多咁咯。呢度行嗰度行下咧，啊啲時間咧，即係真係好快過。跟住整下呢度先。好，呢個環境係咁先，有冇？水睇唔到啲水。我而家黑咗落嚟啦，基本上啊睇唔到嗰啲咩。在叹息自己人生完美，完美，完美，完美的干脆，完美，完美，完美的很轻轻
的温温里，你别担心，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隔壁，只求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奉献，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只求你让我靠近，让我爱你，相偎相依。我确定我就是那一次披着羊皮袄，而你是我的礼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跑出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我决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带着火热的心随你到任何地方，你让我痴，也让我狂，爱你的号角还在山谷回荡，确定你就是我心中如花的羔羊，你是我的天使，是我的梦想，我搂你在怀里，装进我的身体，让你我的血液交融在一起，你确定看到我为你披上了温柔的羊皮，是一个男人无法表露脆弱的感情，我有多爱你就有多少柔情，我相信这柔情定能感动天地。我怎会潸然泪下，那泪珠掉落花间，花儿告诉我你想家啦，突然看见肩上行囊，行囊问我家在哪儿啊，家在风起的地方，离开他已多少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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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飞飘雪窗外篱笆，小河青青鸟儿
绕响。行囊问我家在哪儿啊，家在风起的地方，离开他已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啦，多少年啦，风飞飘雪窗外篱笆，小河青青鸟儿翱翔，多少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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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二弟儿今日谁啦，管他是谁迎风飞吧，当年二弟儿今日谁啦，管他是谁飞吧。只有心人笑，有谁听到
后就认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些事情，你现在